范冰冰央视广告被剪后又被人妻糟糕奢品牌官网下架被解约。前段时间崔永元曝光很多娱乐圈的黑幕，比如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等。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范冰冰因此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和指责。随后崔永元把矛头指向了冯小刚，本以为范冰冰不会再受此事牵连，可谁知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不但让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八清传》不能按时上映，就连之前拍摄的广告镜头也被央视剪辑得一干二净。由范冰冰主演的电影《绝技2》本该在7月6日上映，但就在前几天该片的档期突然发生了调整，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是范冰冰造成的。近日范冰冰又遭到了一家品牌公司的解约。在4月份的时候，国际上一家著名的手表公司邀请了范冰冰成为该公司的全球品牌大使，但在崔永元爆料后，该公司替把品牌大使换成了杨洋。此事对于范冰冰来说无非是雪上加霜。如今的范冰冰不但要遭受网友的吐槽，还要承受来自工作的压力，希望她能早日把这些琐事处理好，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